故国江山入暮秋，烟波流雨后人愁。古今不遇兴亡事，只有沧浪独钓舟。这是一种心境的转化，它传达在画境上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份超越之情。由早期的豪放到现在一种超越的心境，它完成了一个画法的转变，也完成了画境的转变。